营造，是不是啊？转念，各种好事情不需要在这时候来做基础性的区域统合。所以接下来不管你做任何的布施，好，任何的好事，任何的实验，你都会知道这一切都是跟你自己息息相关。那么真的是看到一步一脚印的开始进步了，人总是向上的多，所以就会给自己更多好，不管是功课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就会开始密集，然后就演的画面像不像就很像。但如果你没有积极的参与啊，营造，就觉得哎，对的，半年前我刚进入超马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很棒。半年后，哎，觉得好像似有似无。错在哪里？错在你的这个心。你心中对于超马也是似有似无，它反映到你的生活面里面，有时候都长这样。所以究竟在超马的世界里面会不会有宝物？会有宝物，宝物多不多？多。但是要如何拿，就是落实的在超马系统里面，好，能够不落人后的，能够把各种机会点抓住，我想这个就是好事一件。好，所以他在这个方面讲了很多，哦，大部分他很老实的讲到自己某方面的不足，所以什么样的一个好，不是那么回事。我想这样子的人呢，他也很可能180度大转变，他只要想通了，对吧？这个弄明白了，然后就这么样去做去执行，他进步的速度也会比一般人要来得快。好，那真的是如果就这样子大家找到了生命的一个轨迹，可以继续前行，然后看到自己的这个点线面的进步的事迹，那自己就会觉得很安慰，对吧？很安慰的这个过程呢，重不重要？重要。因为这个过程呢会笃定的你对于未来该如何去这个重点分配的这个依据。所以真的是如此的话，你会看到哇，这个人生在世啊，还真的就在那一刹那间的抉择，一步对，步步对。好，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学员呢都能够因为像今天这样子这么有智慧啊，能够在百忙之中啊，也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网络公修，能够让自己也在各方面的可能性上有这个增长进步啊。那我想这样子呢，大家把这好的氛围啊，大家告诉大家，那整个世界的人呢，因听到太上圣人的话语而明理，而把很多东西想开了，那我想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都是好事，哦，都是一个善良啊的风气的培养，哦，也都是我们可能性的一个这个出路的工具，哦，或者是独到的见解，哦，或者是在行进中你已经更加确切的明理，这一切都是在天地化育中不可或缺的任何一块。